说重庆南路是书店街嘛，所以常常来跑来这里买书嘛。那这里买书就会遇见，就是你就累了，然后买很多书，就跑到明星咖啡来喝杯咖啡。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发现哎，好多作家，什么白先勇也出现了啦，林怀民也出现了，一大堆人出现了，黄春明出现了，就很高兴啊。然后呢，以后就常常来了，没买书也作家偶像都在这里。那你看那个林怀民那时候本来。他是想当作家，不是想当舞蹈家的，怎么跑来这里写作？那就这么女儿连，就在这个走廊底下。那你用，夜郎是三个伙伴，你敢不？啊，哎呦，他也不给人家请啊，人家不给人家同情，他就叫你要买他的书，买他的杂志。啊，腰杆个死啊，魂倒地啊，把佮叫人救伊啊。好啊，一个仙风道骨。哎，一个仙风道骨的样子，你有在那边送礼物个底下来啊？这东西当然拢都伫只走廊，对啊，他就摆在那里。好好好。